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学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昌寺主持莲鹤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袂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再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个《禅林宝训》第154集。这集的训题安尼讲，尊生克己啊，方欲大众，就是讲内心爱尊迄个诚实，啊，克制自己，责任啊，啊，较方性、宽厚的对待。对待师长啊，对待别人，训文来讲，演作为佛干，主持之要，临终归在方圆。这圆就是满意思，方满啊。处己无疆干弱，基于细碎，切勿关心，用人轻易推行，得言故事处重，言见重则主家自尊。人推行则匠心自感，尊者不言而降伏，感者不令而自省，自然显于各通其怀。小代该奋其力，以夫持以细力，逼以苦合，不得已而将之者，何其万倍哉！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发愿祖师对迄个佛感禅师安尼讲，
讲做主持的要诀，就是啥呢？对时常生活爱奉献，爱宽厚，而对自己的生活呢，应该爱节约简单，就是较俭较省的。啊，其他的遐琐碎的杂事，琐碎的杂事了哈，不必倒去管得过门哈。对人爱真诚、诚实啦，啊，讲话爱尊重，爱选择迄个要点。讲话来尊重，做些主脑的人，自然就会受人尊敬。内心啦，存迄个真诚对待人呢，大众内心的自然会受感动，爱受人尊敬。你若方尊敬呢，你咧领奖，无真严厉，那时常爱服从啊，听你的话，时常若感动，你都无按命令的，因若自然会去。代志拢做啊成功啊，自然不论是贤良的人，还是许愚笨的人，心内拢会相沟通了，袂安尼个不入啊，大家都会一条心。合作团结，所以安尼吼，不论囡仔、小孩还是大人，拢会尽力、奋力去做。安尼吼，含迄个用迄个宽恕的压力去强迫。强迫啊，哭诉，喊骂，就是按大声嚷啊，安达使人不得已吼，去顺从你。迄相比安尼相比吼，会使讲差几啊万倍啦啊。明主都安尼讲。自性而不当者，谓之有也。讲和人相处，你若存迄自性心，诚心诚意啊，去对人呢，人听着你讲，拢一定会感动啦。若未感动的是，也无迄个代志。方孟轲安尼讲：感人以诚啊，不以贵啊。会感动人是，因为你的自性心，不是因以迄个虚伪，虚伪就做表面的啦，啊，迄无可能会感动人。人知你干巧用干计，成语言讲，以诚感人者，人也以诚而应。以说一人者，人也以说二代。这吼，你安怎对待人，人就会对安怎对待你。就那迄个球吼，你弹大个过，伊就丢大个转来。啊，讲你若
用迄个生生实实啊去感动人呢，别人我会用迄个真诚诚实来甲你回应互你。你以术以人，就是术，就是讲用手段啦，用感觉去驱使别人。别人我会以术而待，我那会想办法用迄个做手段来对待你啊。孙文远，有志成，就是学文秀，口才绝，也能感动人。孙文就是孙中山先生啦，国父啊，伊在咱讲，讲一个人啦，志成心呢，对待人真诚诚心吼。伊虽然学问无读甲遮悬，啊，含慢讲话，口才也无遮好，但是伊凊彩讲一两句，就会感动人，啊。佛经草都安尼讲，人性至诚啊，鬼神阻止啊，恶虽不觉，将必受用。人呐、啊，啥货拢。生生世世至诚吼，生生世世忠实做人呢，含鬼神都会感动，暗中甲你护佑啊。啊那干戈早起做恶动呢，安尼哦，虽然一时人无看到无发现呢，但是吼、哦，到尾啊一定有灾殃。恶有恶报啦，啊，善有善报。讲虽然恶虽不觉，就是讲人无发觉，但是，讲或者头上三朝有神明，虚空中拢有护菩萨神明伫啊，飞来飞去拢有看到，别人看无到。鬼神拢看得到，因果也拢明明知影。清朝郑树录安尼讲：“克以己为严，严以人为克。克就是刻薄啦，严就是责严。”这两番要安怎分呢？就是讲，人对家己吼，才节省，才家己真克己耐劳吼，才做节俭啦，迄就是俭啦啊！啊，这节俭那是用伫对待别人，家己唔节俭，干那节俭别人，嘿，家己食食好啊，别人就往迄落。和食歹好食，迄款责任，迄都叫做克啦，克就是克薄啦，苛刻克薄哈。自由主安尼讲，吃食心相平啦，念食心相服。车就是奢侈浪费，一个人若吃啊浪费啊奢侈哦，较济伊都开无够，都定当遐苦恼，讲家己无钱，所以永远感觉食贫苦。啊，一个人吼，若生家己生活吼，食节俭、食俭啦，伊拢用到有存，所以感觉讲食富足，富足到有存啦。偏讲平平食，一个兄弟啊，一个食到乌白开，啊一个食节俭。迄兄哥食到乌白开，你摕阮个月一万块做所费，小弟食欠啊一万块做所费。迄兄哥毋免三五日就开了了，就当面话讲，足善善到无所谓，
啊，迄个小弟食欠10,000块吼，伊慢慢用到后个月吼，后存几啊千，所以感觉讲后食富裕，迄个像安尼啦。所以讲，即个做熬浪费的人啊，奢侈的人，常常感觉伊食贫苦。啊，那迄个啊做节俭的人，常常感觉伊食富裕。天文就安尼讲，将俭入车易啊，将车入俭难。讲来起头吼，起头吼，迄阵无钱啊，只勤俭，只节俭。啊，尾啊有钱吼，要加开挂啊，安尼感觉真容易啦，嘿。啊，一个人啊，过去吼，歹习惯已经浪费惯势，食奢侈啊！哦，一个无钱啊，去爱节俭用过哦，一个月开5-6万，即嘛讲你一个月只会使开10万，哦，都足歹过啊，足困难啊，感觉讲真痛苦。啊，那陆经安讲，多花消药啊，多药归多。多花知识，无言非道。多花就是讲佛法圣道吼，是讲爱消欲啦。消欲就是唔通去贪迄个五欲，财色名食睡，袂使定起贪心啦。迄搭是多花，啊那是多用诶，对迄个财色名食睡放袂下，定安尼贪欲物不足吼。迄无下圣道，啊！佛法圣道是讲知足，适可为止，得下为足。有够当食，有够当穿，就食满足啊！安尼，迄下佛法啦。啊，一个人啊，无厌非道，哦，贪心不足，较侪都无厌哦，迄无下佛法。开参老和尚时，我师讲伊话食正念，食苦行，伊就安讲。名利切莫过贪求啊！初以淡泛，度春秋，人情无常啊，思学性，莫向人情结冤仇。讲对迄个贪名逐利啊，唔通先过去贪心啦、贪求啦。哎，会当过生活就好啊。初以淡泛，穿粗布衫啊，食。食普通饭，安尼哦，度春秋就是度日子啦。哎，世间人情因因万万吼，迄是无常变化，唔通去当咩因因万万，爱来学圣道。哎，唔通向迄人情去结冤仇，当咩因因万万冤仇结未了。布袋和尚就是迄弥勒菩萨化身，大笑笑迄个，伊就安讲，哪吒穿腊袄啊？嗯，淡饭北中霸，包括好食闲哦，万事随缘了。讲下做，我这個老头吼，穿迄个布料，搁再布个老鞋，嗯，啊，食迄个普通饭就食到食欢喜食饱，啊，那破去薄薄的，当热寒就好啊。万事随缘，唔免强求啊。所以咱一个人自己虽然节俭啊，但是。对待别人应该爱宽厚，啊，唔通刻薄。文章主就安尼讲：君子不积人所不积啊，不强人所不凌，不苛人所不厚。正人君子呢，伊袂强迫别人无爱做就对了。伊做袂到，唔通强迫个；啊，伊对袂到，唔通去责备个；啊，伊无爱，你唔通甲强迫，伊就感觉真艰苦啊。韩叔都安尼讲，积积积啊，重于求啊，积大人啊，宽于欲。三会家己反省，责备家己吼，吼、哦，加重啊，搁加求道。啊，对待别人哦，爱宽厚。准做人做唔对哦，唔通安尼当遐骂袂煞。干于欲，轻啊，讲咧，啊，欲就是讲较简单咧。哎，《论语》安讲，君子好。报正于人，冤枉你。
对自己吼，责备遮重，好就是遮重，啊，对别人吼，薄薄啊讲讲的就好，安尼就袂引起怨恨。吉祥经安讲，当相信佛啊，啊，时必有机啊，己所不能，勿施于人，方丈礼律，和顺忠信，不相怨相啊。讲大家相处要忠厚，要讲信用，看别人要看做像家己的亲人，家己做袂甘，通要强迫啦。要重礼节律，啊，和和气气，唔通少怨恨啊，少少伤就少过啦，啊。所以一个领导者讲话要慎重。老乡安讲，君子之言寡而失啦，小人之言多而虚。正人君子讲话讲无济啊，但是拢实实在在。啊，一个小人哦，花言巧语讲遮济吼，拢虚假。论语安讲，君子欲立于言啊，以勉立行。一个正人君子吼，讲话是立，就是讲无遮济。啊，但是实际去做做遮济啊。花言经安讲，利无义之义啊，义以利益人之外。不为虚情，唔通讲讲遐无意义的，当咩花言巧语，哎，嘿吼，哎，讲这个话主要是爱用来利益别人，除了利益别人以外，袂使当咩开玩笑啦，讲遐无意义的啊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看到这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。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29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各间大学、各间佛寺拢寄来结连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，随喜阵就寄来。到即卖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伫遐写回来教套。俺遮若有一点时日，都拢印经上，无咧卖，还佫救济急难，佫收几啊古字，佫用伫两台电视方法。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众女众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弘法利生。我伫电视所讲个，即因为出版电视讲演即教本哦，各位若有需要会使敲电话来本市。咱遮头前店就是镜头即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个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夫人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来。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真大个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普查新桥方式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式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丽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。本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桥公司，电话：0763122291，6318391，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活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。
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恭逢上悟下明长老圆寂十年，千霞山海明彩寺举办艺文创作奖活动，感念悟空长老谆谆教诲德泽，专弘观音法门，提倡大悲忏礼消灾障增福慧，慈悲喜舍度生，并祈祷新冠肺炎平息，邀大众以一亲近慈悲长者观音老人悟明老和尚，二新冠肺炎疫情的醒思与学习，三家的温馨或祥和社会为主题，以一征文，二歌曲创作，三绘画，四书法习作，五影音视频来创作。组别如下：一国小组，二国中组，三高中组，四大专组，五社会组。得奖作品提供奖金及奖状遗址。第一名一人，奖金3000元，奖状遗址。第二名一人，奖金2000元，奖状遗址。第三名一人，奖金1000元，奖状遗址。佳作3到5人，奖金500元，奖状遗址。收件日期即日起收件至2018年8月8日截止，颁奖日期2018年8月21日。投稿请邮寄、传真或 email， 主办单位新北市树林千霞山海明禅寺，收件处。238新北市树林区海明街22号，艺文创作奖筹备处收，电话02-2681-2839，02-2681-2839，传真02-2683-6039，02-2683-6039，收件信箱 mainkuang2013@yahoo.com.tw/ysysco@ms46.hinet.net。相关资料请扫 QR Code 参考。华严专宗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，凡有兴趣学习华严正信者，欢迎报名。报名申请入学资格：一、大学部正修生，高中以上；二、研究所正修生，大专含同等学历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。台籍、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，现女众50岁以下，正信佛教徒。报名方式：上网下载报名表，请务必注明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以 Word 及 PDF 档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 huayenclleg@huayen.org.tw， 或电洽教务处。02-2341-4760，02-2341-4760，推广部02-2321-3319，02-2321-3319，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2段44号。今仔日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。修持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瓣，不旁游斗心，不观听歌舞，不非时事，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，随喜功德，阿弥陀佛。持咒心清净。